分美女别乱搞，别乱搞，真的别乱搞。350吧。不，你把我们的这个维修的这个先想想。你最少400块钱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你们想说多少就多少，知道吧？如果低于500块钱，你跟我讲1000块，难道我就要给你吗？这5块总是吵架的。我弄之前跟这两个老板已经说过了，跟这两个哥已经说过了，你知道吧？不是你一来就怎么还的，你知道吧？那你事情你也不能压成这个样子的，你不能到什么别演了。演什么呢？这搞10分钟搞完的事儿，你现在给我搞这些东西干嘛？不是你，你听我讲，如果你要讲300块钱，我就不动手了，你知道吧？350行吗？不行，最少400。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！你想干嘛？我报警！报警！哥哥，两回见面，我看你们的面子。看什么面子？你再动手，别激动了。行，四百，两回，杀你妈！查监控，你刚才说查监控，先报警，马上报警。